你若公房无去请这样的吼，做往外，譬如讲做隔壁要做较大门的吼，你的质量吼，算讲第一，算讲伊如果差一点嘛尔，这两阵吼，阮迄工人吼早几摆像安尼啊，就去赶走，又出代志，啊，所以我即摆要去问伊讲，啊，你弄安那，伊就等于就开始破病，开始人就煞就袂爽快，啊，伊即摆开始吼，有当时我甲伊问讲，哎呀，这块地边还佫有一块这款吼。西门的要怎处理？伊讲用蹲呢，我讲你安那蹲，你顶个安尼关的都安刷掉，啊，今麦要安那蹲？伊讲我今麦去学掉啊，啊，开一个，今麦譬如讲伊在遮对哦，啊，挖一个沟，今麦要给塞去遮对哦，今麦爱挖一个沟，伊拢唔敢给关起来，伊今麦就安尼就安直直塞，安尼做蹲啦，土蹲啦，土蹲就是用土遁啦，用土遁啦，把那棺材还是顺着地下这样挪过去。对啊，所以你没人没有。你本来若无我伫食着啊，你后摆扫墓去，你也唔要去食。好，你看到人个墓啊，一直含了含到剩安尼尔，迄是土石流，你无共帮忙。没有，你扭起来啊！没有办法，我告诉你，他那个因为山上那个路啊，哈，哎，超凹了哈，当那么去扫墓，人就该打过去啊，啊，打。那方便些，伊就过个。嘿，啊，那个坟头那个坟堆呢，就平了，平了之后呢，又有那些。你又没有去清啊！哎，我们每年去清到真的是，有时候哈，前面有人在做坟墓的话哈，弯掉了土石流啊，因为拗亏嘛，对，拗亏掉头的伤体哈，我得老掉啊，都爱那嘿。然后我爷爷又说哈，哎，左边是男生，右边是女生哈，那个水一定要让它顺，你知道吗哈？然后每次去我都只挖女生这边，哦，不怪女方那边那样。左青龙右白虎，先威北号就免了。我再换句话，我爷爷有这样讲嘛哈，因为他有跟风水师三年那样，他就说他每次去最重要就是那个坟的边边的那个水哈，爱好顺哦，好北塞好北塞堵掉，哎，不能堵住那个，要让它顺着这样下来，嘿，所以我都一直记得。你有哥哥不？有啊，有哦。啊，哥哥那边哥哥爱家己学啊，系啊，对不对？虽然家己学的啊，有边仔仔就去学啊，总得。总得做点事，因为好久说规个签了，我就变成签塔啦，签塔。我半夜半晚还去哦，我开始变棍子了。啊，那那个真的是人跟人的缘分，真的很奇怪。那时候因为他要盖公园了嘛，哈，一定要签。你主动签的话，哈，殡葬处还给你一万块，一万块对，补助嘿。啊，我主要是讲好，啊，就找着他，啊，就买来那个后厨说那个是第一殡仪馆，第一殡仪馆，第二啦哈，要去登记呀哈。我说那要帮我们找一个捡骨的啊，刚好很多人很多那种。葬仪社捡骨都会在那边走来走去啊，那天啊，我咧找迄个什么人了哈啊，那天是我跟我妈去嘛哈，然后我妈看到说，嗯，这人看起来就明显的啊，那个人说，哎，我看起来就明显的呢，啊，我爸爸当年的坟是他做的，哎呀，那多，你讲我会记啊，你当阵哥抱一个，看两个一个抱一个，因为我妈生三个啊，那天就这么刚好哎，我说啊，那太好了，缘分太好，好你走好你走，所以是伊甲阮捡的。对啊，因为咧捡遐拢是贵的，因为这个山咧走的。对对对，就固定几个人，就我们这五六个人，而且可以服务三十年呢。对，那是剩下的辖区。对，他们的辖区。阿姨都是门市，都是人诶。他们都很记得。他们都很记得，印象很深刻。你都记那个姓高的。嘿，哎，姓高的如果叫韩梅，买你就吹不。哦，伊那韩梅，我顶土石流诶，一点问顶头啊。阿内吼。对啊。不过，所谓要请教一下吼。因为我过记得啊，以前啊，我捌看人，人失踪找无，还是讲破病，吼，还是讲即个一直温一直歹，他伊讲摕伊穿过一衫，然后来，迄些啥，互啥物人看，嘿，然后就可以解这个帮他解答。像你在做公主的时阵，做即个灵媒的时阵，人拢因为啥物问题来找你？其实拢是破病较济，因为是灵媒嘛是分科的。有的是算命啦，有的是这届，有的看病，啊，有的风水无同。啊，我古早现在是服务项目都要很齐全呐，因为信徒就是都会问啊。啊，但是我以前是主要都是医疗的那个部分，啊，医疗还有那个卡掉刷掉那款的，古早处理这较济。嗯。啊，有人什么病去找你？就这啊。有癌症的无？当然嘛是有。有。嘿。啊，那个李先生怎么说？没有，如果跟我李先生有在一起合作的话，那他会开一些，譬如说药方的部分，药的部分给他疗养。但是我主要是在看这个，譬如说癌症或生病，如果他是真的生病的，我其实都会建议他给医生看。然后如果是真的有刷掉，所以你不相信李先生啊？不是，那
因为刷掉咱会使处理啊。啊，不过真正是破病，你也是爱找医生较紧啊。对。啊，问题就是讲我，所以我了无想要开，就是安尼。有的人明明伊就是破病啊，尤其是像精神分裂一款的，伊真正是破病啊。不过厝的人会一直相信讲啊，这一定是卡因。啊，对，安尼这都无好啊。好好好，迄个啥，那是迄个癌症的啦，啊是啥物来找你看，恁开药啊，好了，真正有吃好的无？高炸物啦，就是进前有一个妹妹，她也是很优秀，念台大，然后她突然就是半身不遂，后来是发现是有脑动脉畸形瘤，这样子，然后去照，那医生是跟她说差不多了，所以就是说，上面也说差不多了，就是说。就剩几个月啦，啊，他就建议家属说，那你去找民间的这样子，看有没有办法这样子。然后后来他那个 case 是真的是有卡到，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谈判，就是跟他说卡的那个，就说哦，我了我无就这查囡仔以后拢甲你摆，我采集行为甲你摆，啊你就出来安尼，对啊，然后后来是这样好的。哦啊，他就真的出来啊。就讲好条件啊，我做翻译的嘛，就是。他刚刚摆啊，那个对。嘿，早安。哦，他最厉害是找东西。你要讲你自己书包丢掉怎么找到的？等一下哦，嘿，来，我们先休息，进广告。你没有讲过，你话三多形式，两百东西带头的，下面胖子，扯我都破，都还有。